引新兵，请看新兵进行曲。欢迎收看新兵进行曲，走位第一位是我们冯元珍，是咬咬娃，对呀、啊，真的是美女耶，是是是，心旷神怡。爱晨，帮介绍一下，这两个好可爱，我是爱晨，你们好。不是，不是叫你自我介绍啦，不是自我介绍，谁要理你、啊？咬咬是黑社会的谐星嘛？乱讲，你不是谐。你是谐星吗？我是玉女，黑社会的玉女。一个是玉女，玉女。哦、啊，这位嘞，冯元珍是道远的菜吧？好了，我来介绍，我来介绍了。如果宝宝有机会的话，可能会爱的抱抱。以前就跟我讲，他很欣赏他了。哦，他们显然呢已经产生了争执。我们来看看今天比手画脚的奖励是什么？耶、yeah ！闭上眼睛，香醇浓郁的咖啡香扑鼻而来，顶级卡布奇诺蛋糕就是胜利者的奖励啦！坚持与浪漫、幸福、感动为创作出发点，最无法忘怀的味蕾记忆，只有赢家才能拥有。人地是比手画脚，表演队伍一人猜，两人比，演出什么人，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，直到答对为止。第一回合计时三分钟，时间之内答题越多，就越接近美食奖励喽。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相持队。好，相持队今天有谁？有我们的相持，还有我们漂亮的道远，以及我们漂亮的袁尚礼袁仲。来，再介绍我们另外一队，阿芳队，还有我们的瑶瑶，以及我们的爱晨。输了，输了，赢定了，赢定了。好，既然相持队已经做好，也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马上来看一下第一题是什么。看一下第一题，好，看清楚没？开始。哎呦，比得不错哦，有进步哦，很厉害。在什么样的地方开始看清楚哦？看清楚哦！哎，哎，不错哦，不错哦！哎呦，小丑他130公斤，请作答。小丑在电影院倒立。答对！我要上去看一下第二题。哎呦，这有点难度了哦。嘴巴不能动哦。哦，这比的有点出入了哦，元珍你要加油哦，这有点看不太出来哦。好，这个好难。作答。哎呦，子母在脱衣俱乐部丢捧花。我说相子啊，咱们元珍都豁出。元珍你要加油哦，这有点看不太出来哦。哇，这个好难。作答。哎呦，子母在脱衣俱乐部丢捧花。下一个，哦，很像哦，道远比得很好哦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你要把人补出来。哎呦！好，赶快，请作答。裁缝师在收尸间丢捧花。答错，元珍快上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元珍！这是人是答对的，人是答对的。什么样的地方？什么样的地方？什么样的地方？在做什么样的事？你的事物也是答对的，是差这个地方，讲清楚。对，丢捧花。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，争取你们自己的时间哦。好了，哎，道远比得很好哎，这个厉害。哎，他这是怎么比的？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动力呀？对啊。可是这个应该猜不出来。哎，不错。空姐或者是空服员在没有，空姐跟空服员选一个。空姐，空姐在那个十字路口泡温泉。答错。谁会在十字路口泡温泉啊？
哎，很可爱。不是，刚刚已经有比错了，小子你要仔细思考。人跟事是对的，给你提示。哦，那个温泉还不错。清楚哦，请作答。空姐在。在什么？在警察局。干嘛？温泉。答对。快点，快点，下一题。最后题。哦，不错哦。球场劈腿，正确，恭喜！哎，不错哦。裁判，我要讲，是这支道远，我们要给他掌声鼓励。他比的那个节奏跟所有的细节都比出来，一清二楚，一清二楚，而且了然。基本上不只是只有你这个队长说而已，连敌对的阿庞队长都讲了。基本上我刚才是属于不愿意鼓掌的那一个，因为我今天看他这样子的阵容，我可以预计他会有很好的表现。我相信观众朋友已经都猜到了，这没有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他完全的，他的肾上腺素完全是来自于不看来宾，所以没有加来宾的。但是我们还是要宣布一下，你们今天答对几题？对对对，几题，好不好？相持的今天答对的是四题，不错不错不错。看完了相持队表演之后，接下来我们马上拱手就要换上阿庞队来表演。所以你是负责猜题，这队有信心了，我对阿庞最有信心，他比超完美，但是他们对你没信心。我问一下队长，阿庞队长，你派他来猜题？他今天表现会很好，因为刚才他们在猜题的时候，他已经在跟他聊天，已经培养好默契，就对了。加油！我们马上来看一下阿庞队的第一题是什么。哦，这困难。计时开始。哦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哎呦哎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请作答。鳄鱼在佛堂里跳艳舞。哎，不错哦，不错哦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个专业，这个专业。请作答。七龙珠，七龙珠对打大四战，跳舞，打死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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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笑好笑，来来来，快作答。在复健室里面做复健，你白痴啊！我劝你刚才有做效果了。在什么地方？歌星在。快点！游泳池。快点！跳舞。
错，阿凡快点，老师音乐一样给我哦。加油加油！请坐。等一下，你为什么知道是我？因为他说顺排长。哦，好，不错。姚元浩在什么地方？自由落体。什么在什么地方？在。想清楚。想清楚。火炉啦。想清楚。有水泡的、哦。你想清楚，这是什么样的地方？麻疹哎。水泡。想清楚，快快快。你看清楚，他刚刚那叫自由落体。哦，不是，那个是 A。再整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，请说。姚元浩，确定了？再大，再大浴缸都弹跳。恭喜二神，答错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气，热气，哎，看气球表现得好。哎。他真的是烂透了，真的，我阿公都已经看出来了，孙悟空那个程度，热气球上几下啊？热气球很大那个气球啊，热气球下面有个篮子，热气球，你知道什么吗？就是下面有一个篮子，然后我们人会坐上去加热之后，我问你，热气往上升，金刚狼，悟空也是这样，孙悟空也是这样。七龙珠明明就是酱，这个叫什么？哈妹哈妹哈！哎，济公，那个瑶瑶还皮酱，金刚啊！这不是孙悟空是什么？金刚、啊！我无话可说，真的对你都看不下去。我们来宣布一下，阿航队他们总共答对的是，不用算了啦，两题。很逊，很逊，很逊！接下来我们更厉害的气球爆炸机来喽！我先介绍一下我朋友给大家认识一下啊。我们欢迎我们的威尔史密斯。我们为什么什么时候改到他那边都要用外国名字啊？我讲的是他英文名字啊。他的脸好，他的中文名字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说。小明。我们可以叫他。所以他现在要出任务喽。他现在要出任务。叫做史密斯任务。没错。当这个任务呢，如果。箱子说没错，我们今天史密斯就是要出任务。而且这个任务出不好啊，就会爆炸。哎呦，我们看他怎么炸好不好？来，马上来试爆一下，请试爆。不要试爆了。哎，等等，你干嘛？你厉害。加油。太大了啦，你快破了一声了。哎，你要不要爆啊？要爆了，要爆了，要爆了。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好，回来了。站这边。请大家各就各位，我们今天呢一样要比的就是呢成语哦，哎，国语的成语四个字，加油，来，先给你看一下第一题 ，OK， 懂了吗？好 ，OK， 你绝对不会这样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，计时开始。第二个字，这个字，掌心，掌心，石的不，第二个字不，第三个字。不从，不从，心不从力，力不从心。答对了，最新的答案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，加油！第一个字，心力交瘁。什么什么？来，芭比，芭比啦！加油，加油！第二个字，你可以办得到的。人力，人走，人力，人。你可以把力量都给了你了，他没力量。第三个，哎。快爆炸了！快爆炸了！去老公！对了，下一题。哎，小子比的不错哦。想一下，他在做什么事情？没事，没事，还很小，还很小。倒水。想清楚，想清楚。静。
井底之蛙。第四个字，鱼。第一个字加油，钢钢圈圈圈圆圆圆哦，圆什么鱼啊？圆木球鱼。答对。爆炸喽！三脑战，快爆炸喽！把头，三头，六臂。答对。第一个字。那个相声，他也是一快哦。一线，一心，一意，一心一意。爆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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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爆了！一针，一笔，一线，一拉。把这个意思一丝，一丝。把这个动作放它比较好猜，一丝不漏，一丝不挂，答对，哇，好大，好大，第一个字，哎，道宇今天也不怕气球，对啊，他完全是不怕气球，他超有力量的，点了一毛，这个很好猜，这个很好猜。我觉得这一题道远应该比不出来啊，所以这题分数你要放弃吗？要比，让他比一下。这你应该比不出来。你看看，我比看看，这气球太大。第四个字，火。第三个字，虫。好，三个字，虫。来公布一下相思队，他总共答对的是九题，也不错，蛮厉害的，也不错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！马上拱手叫好，我们马上来看一下第一题要比什么，要简单一点的，拜托。一时开始，张头鸡啊，答对，好快，回家了。你不要只问第一个字啊，这成语就四个字左右。人，笑，见人就笑。人就人。什么人？什么人酷？人，人言可畏。人，福，糟糕。人福，虚兵。真的了，我都猜到了。人什么？人，人老，人老。人老珠黄，啊对了，第一个字，一，第一个字是一，齿，牙，一牙，以牙还牙，啊对了，哎呦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啊，双头鼠目，超级棒，七，坐。抢，拔，拿，快点，气球要爆了哦！贼做贼，做贼还抓贼，做贼有心，这里是做贼有心。谁没有心啊？看看阿庞都快抓狂了，要摇啊！做贼还抓贼，做贼有心，啊，这里是做贼有心。真猜！什么？你还是比好多。一、
讲话。我只能说，大会是公平的，因为这个气球学到你们。时间到了。你看比什么？但是比好多的东西。大家不要说话。我想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他比的东西我不是没有看到。我再给你个特别机会，如果你不要他比也可以，随便选一个来帮你比。好，我爱神比，爱神比，爱神比吧。我懂他的，我可以，我懂他的。一，一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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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言九鼎，答对了。懂你的。厉害，一言九鼎。我懂你的。你懂我。一样，这题分数一样给你们。好，好不好？可是我真的不想碰你们。你们刚刚的加上这一题，总共答对是五题。好，来宣布一下最后的成绩。下次队答对的是13题，团队呢得到了只有7题。下次由我们的下次队获胜。小时队来享受一下我们的奖励喽！吃的奖励品上菜啦！顶级法式蛋糕，这个叫做咖啡之恋。哎呀，好可惜。OK 啦，排长吃啦。但是我讲一下口感，这个蛋糕呢入口即化，而且它的咖啡香呢在你嘴巴里面能慢慢的散发，而且咬到那里面果仁的时候，你会咬到那个酥脆果仁的那个口感，会让你有这种咔嚓咔嚓咔嚓的感觉，哇，很香很香。 Oh my god， 来来来来，快点，箱子换你。留下词啊，动感的任务，今天带来什么舞蹈？跳舞啊啊啊，性感啊啊啊，脚丫啊啊，我的妈呀！哦，也不错。我喜欢它的那个坚果的感觉，尤其是上面那个核桃，而且它中间里面呢，就是除了那个咖啡的 cream 之外呢，还有包覆那个坚果，所以咬下去的时候，你会觉得那个口感。在你就是那个卡兹卡兹感觉，就在里面跳舞，而且榛果香就慢慢的释放出来。哎呀，夏威夷榛果，元真来 freestyle， 自己来自己来吃，很好吃的。哇！从元真碰啊，换你我 freestyle， 耶！哎呦呦呦，陕西心脏心脏心这一招蛮厉害的，那个是沐浴乳广告的。哇，我没有恋爱的感觉。哎呦，咖啡之恋。而且我喜欢那个榛果，因为除了软绵绵的蛋糕还有奶油之外呢，它还有那种脆脆的口感。你看你看你看阿庞，哎，你难得下来玩游戏，我跟你讲，各位输几次了，各位我告诉你，从我下来玩游戏到现在从来没赢过。所以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每周一至周五晚上7点半到8点，请一定要继续收看我们的新兵进击。